一凤神仙们，早上好。今天我们义工大学继续开始问答系列，领导怎么修真呢？要展开这个话题的话，我们还得从《西游记》开始说起。只要听过我们道说《西游记》，就知道《西游记》是道德经，老子道德经的故事化，所以说它里面是包含了一切的修真法门，不管是最初级的，或者是高级的，或者是无上正能正觉，或者是有为的，或者是无为的，都在里面。而今天我们要讲的领导怎么修真，也得从这里开始。其实《西游记》大家很多人知道，但是呢，他不一定知道这个《西游记》为什么会展开，是怎么展开《西游记》这个故事的。其实里面最关键的线条，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位人物，谁呢？唐朝的一位大臣魏征。因为整个故事就是从魏征梦斩泾河龙王开始的。当年龙王与一个算卦先生打赌，失败之后，他违背天条，所以说违背天命会被斩首。这个时候呢，玉帝就派这个魏征出手，结果魏征把他斩掉之后，这个龙王不服，就天天来闹事，最后惊吓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然后李世民就一病不起，下到阴曹地府。下去之后才发现有好多好多的孤魂野鬼，很多可怜的灵魂，然后他在下面许下诺言，回去要做大型的超度法会，这个时候回到了凡间，所以说才展开了整个西游记去取经。为什么别人而是魏征？那么我们要看看他是一个什么人，他的背景。历史上真实的魏征，字玄成，巨鹿人。他小时候很不幸，父亲早年就去世了，家境非常的艰难。你想想，在古代女子不能工作的情况下，没有了父亲意味着生活非常艰难，但是这一切没有消磨他的志向，所以说他决定出家修行，做一个道士。做了道士之后呢，他非常喜欢学习，因为在我们整个古代，道士和道士所在的那些宫官其实是一个科学修行修真的一个地方。当时由于天下越来越乱，到处都有起义，所以说魏征就把他的心思放在了道士下山这条路上，再加上有神仙点化，他就特别去专注精通鬼谷子。而鬼谷子呢，正是我们道家的一个先师，鬼谷子就创立了先秦的纵横家这一派学说。对战乱时期道士下山特别有用，他下去之后首先投靠了李密，李密是当时瓦岗山很雄厚的势力。但是呢，有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就是他跟他提了好多的建议、策略、计策，这个里面听着很舒服，也很喜欢，但是呢，就是不用。时间一久，这个魏征就觉得这个里面没什么希望，成不了大业。这个就跟当年的
韩信一样，韩信一样的呀，天天跟项羽出主意怎么打败刘邦，项羽听着也很舒服啊，就是不用。韩信最后投靠刘邦，反过来把项羽打了个落花流水，十面楚歌的这种境地。所以说人做个领导可不容易，要有识人之明，而且要去重用他。很快李密就失败了，瓦岗山整个都投靠了李世民。这个时候魏征没有任何人重用他，他就自己在下面修行，继续修真，丰富自己的学问，等待机会。结果后来呢，被当时的太子李建成知道了，还有这么一个道士。因为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道士的地位在这些君主或者是一些大臣们心目中是享有一定的位置的，更不要说魏征这种多才多学的人。李建成就重用他。这个时候由于李建成、李世民他们两兄弟有一个内斗，魏征因为是李建成的部下，就规劝他做一些防备，因为觉得这个李世民的势力越来越大，对太子不利。结果太子听不进去，没有严密的按魏征的方法，没有这个魏征这种预见性，结果后来出现了历史上最重大的一个悲剧，玄武门之变。它既是悲剧也是喜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世界呀，在道德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一件好事可能变坏事，一件坏事可能变好事。玄武门之变对太子来说是天大的坏事，被李世民斩于马下，但是呢，对历史进程来说，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大喜剧。因为正因为有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上历史舞台，唐太宗，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创造了最辉煌灿烂的一个时段，叫做贞观之治。这也是当时长安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一座城市，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以我曾经到过长安为终身最大的荣耀。而唐朝时期是以道家为重，道家是国教。然后呢，唐太宗登基之后就找来魏征，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做一个坏人。魏征很理直气壮的，也不虚他，觉得你要杀就杀吧。但是各为其主，当时太子如果听我的话的话，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可能局面就变了。其实李世民是一个非常的有胸怀、有胸襟大度的这么一位君主，可以说整个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君王，他是处于最高顶峰的状态，没有人有他这样宽广的胸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魏征是他的死敌啊，他不仅没有责怪他，还哈哈一笑，决定重用他。因为他知道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士，是一个胸怀天下、精通道法的这么一个道士，所以说要重用他，让他为国家效力。然后李世民是希望有一番大作为的，所以说经常要请教一下魏征，从道家的学说上怎样治理国家比较好。而魏征呢也当仁不让，给他侃侃而谈，就是李世民很喜欢跟他交流。李世民曾经回忆啊，魏征在这一生之中啊，就是为他提了多少意见，200多条。他说如果不是一心为国的话，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就是确实是鞠躬尽瘁的，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下面的大臣冤告他，弹劾他，想把他搞掉。结果经过调查，魏征是一个修身很高的人，
就是很严于律己的，律己的人，根本不会徇私舞弊之类的，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整个古代有一个大臣敢于在君王面前像他这样提这么多意见，非常罕见，而且胆子这么大，又最后还得了善终，那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而且他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用道家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他觉得一个大臣不要做忠臣，要做良臣。因为在我们整个中国都是赞扬那些忠臣啊，比如说岳飞忠臣，比干忠臣，为什么唐太宗说我不要做忠臣，为什么呢？忠臣就是自己遇到杀身之祸，被君主一气之下一怒之下杀掉，比干被挖心，这个岳飞被斩头，但是呢他们却给他们的君主留下了骂名，这可不好。所以说我不做忠臣，我要做良臣。为什么？良臣不仅让君主改正了他的错误，而且呢自己还得到善终，而君主不会因为这个良臣而背负历史的骂名。是不是换了一个角度？只有道家才会懂得阴阳五行八卦的奥妙，懂得换角度。他知道李世民要什么，因为李世民就想做一个最伟大的君主，所以说他为了促成他会殚精竭虑出主意。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当李世民不想听他的这些他觉得是很好的主意的时候，他是敢于去直谏的，是这么一个人。比如说打个比喻，有一次李世民的宫女就出去到地方上去帮他办差采购，就住在当时的这个县城的一个驿站里，就相当于现在皇家的旅馆住进去了。结果不巧来了一个大臣李靖，李靖是当时可以说是朝廷里面的军国大事都要找他商量的李卫公，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军事家。然后由于他的这些人进来之后呢，他按规定的话当场就要把这些宫女搬走，就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规格不够，因为这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栋梁之材，你只是一个宫女而已。这件事情传到李世民那里，李世民听后非常生气，觉得这些大臣们太霸道了，别人宫女们已经在里面睡觉了，你们还把他赶走放到另外地方，这也不强化，应该是一视同仁呢，就准备彻查下面办差的人。魏征知道之后赶紧规劝说，李靖他们是陛下的心腹军国大臣，整个国家的打理要依靠他们，宫女虽然也是在给皇上办差，但是他毕竟是个后宫，而且在职位上并没有名分，地位上是不可等同的，如果你非得这样办差的话，这样的去打击下面的人的话，会给陛下留下一个不好的名声，就是只重宫女，因为在皇帝的心目中宫女就是后宫全是他的女人，所以说他就会留下一个不好的名声。其实里面的人是为他办差，外面的大臣同样啊，其实可以这样说吧，后宫是皇帝的女人，大臣是皇帝的男人，都是他的人。哎，这个唐太宗一听有道理啊，不要追究了，赶紧不要挪一个坏名声。所以说这个魏征他为什么能够善终，是善于说话的艺术，而这一套艺术来自于鬼谷子，他懂得，他知道这个皇上喜欢听什么话，但是他又内有慈悲之心，他心系天下苍生。
今天我们为什么在义工大学要讲这些故事？其实我们作为义工，每个人就是传播我们道系的一个干部，就是一个领导人。我们就要有智慧，我们的心底是慈悲的，但是我们具体去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呢，要有智慧，要站稳脚跟，一切从慈悲出发，里面还要有智慧谋略，不要做得不好。特别是有的人他还在公司单位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部门，都应该学习为政，既有道术也有具体智慧。所以说李世民当别人说这个魏征行动粗鲁就是一个乡下野道士，就跟师父一样，乡野村夫，来自最低等的家庭。但是那个李世民听了之后根本不责怪，哈哈大笑，放声大笑说，别人都说魏征举止粗野傲慢，我却觉得非常的妩媚，觉得他的所有说的话没什么难听的。所以说魏征听到皇上这样的来说他，更加的拜谢，更加的鞠躬尽瘁。虽然我们每天只有十来分钟分享，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既要有慈悲之心为我们的根底，站稳脚跟，具体运用的时候又要去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他的特点。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有了特点了解清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他能够听得进去，不然他听不进去的话一切都是枉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让我们的领导人能够听得进去，这是魏征最伟大的地方。魏征得到善终之后，太宗对他是追思不已，他说最著名的话，以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以说我们时常要以别人的意见来照照镜子，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典故。而且在魏征的帮助下，李世民建立了我们整个中国古代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制度。它和其他的制度不太一样，比如秦始皇是把全国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很高度的集权制度。李世民和他们都不一样，李世民的制度是一个叫做三省制度，它下面设了三个省，首先是中书省，发布命令的，然后有一个尚书省，做什么的呢？颁布执行。然后他在中中间间呢又有一个省，这就是他的独特的一个最奇特的制度。中间这个省起什么作用呢？当这些大臣们议论了一个政策之后，要报给皇帝，皇帝签名，签名之后必定要拿到中间这一个位置来给魏征，魏征就在里面做大臣给他看，看了之后如果他觉得不好他不同意，他就不在上面签字。从法律，这是李世民亲自定的法律，从法律上这个就不合法，不能执行。这整个古代整个历史上就是李世民发明的，这是采取的什么道家的智慧。道家智慧叫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它刚好就是成立了三个部门。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这是一个伟大的，为什么伟大呢？是李世民自己说的，他说为什么我设立这个制度，非得让那个中间有一个部门来签这个字，是因为他说我是一个人，只要是一个人有时候就会心血来潮，另外一个时候呢又会受情绪的干扰，有时候非常愤怒想把这个人杀掉干掉，
旁边这个大臣呢是冷静的呀，他觉得好像不合理，他就暂时不要签这个字，就会让李世民自己冷静冷静，这一冷静呢就不会留下一个骂名。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853个帝王唯一的一个唐太宗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大海一样的胸襟。好的，我们分享也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希望大家义工们在里面好好学习我们古人的智慧，道家的慈悲。